谁打乱了浮生流年，像一把多情的剑，斩断了寂寞，划破了黑夜，牵绊我们在人间。云轻淡白鹤远，青山如墨落花卷，古道闲尘渺云烟，风中的笑谈道出人世的真言，一瞬间沧海一桑田，往事如烟随风飘远，不尽岁月诉不尽情牵，多少梦回又见如初的容颜，迎风共醉月剑舞可是祖上传下来的，别处你想看也看不到。我在跪地得到各位父老的照顾，才特意献成。老少爷们都过来看了啊！想赚钱的千万别错过。什么什么？那边在嚷嚷什么呢？有新玩意儿还能赚钱？哎，走走，看两眼去。正好这剑舞看了几天啊，有点腻。金毛。别走啊！啊，一个女仔好靓啊，个女仔，点算呢？老少爷们，谢谢捧场了啊！一个女仔靓嘅点算？你哋觉得？胸口碎大石头，十文钱一次，规矩简单的很。心口碎大石，等一下，我把这块石板放在胸口上，要是哪位能搬动我的剑，来砸我胸口的这块石头。哪怕砸出一丝裂缝来，我就赔五两银子。哦，五两银子，你拿得出来吗？有那么多钱，还用得着在这儿吆喝？这位小哥话说的在理。虽然眼下这五两银子是我的，但要是有哪位好汉够能耐，尽管拿去。不过嘛，嘿嘿，我看大概是没人有这个能耐。拿走我这五两银子的本钱。慢一点，别说大话，老子来试试。老子来试试。行啊，大哥，您先试试能不能搬动我的剑再说。你不把剑吗？用点力气。再加点劲儿，
他的动作好啊！哎，少主，看起来挺热闹的呀。哼，有趣，我们也过去瞧瞧。有趣。哎呀，一个女仔！哎呀，行不行了？我就不信了，我再来，再来，是不是比十文钱都有？定系未俾钱嘅佢？喂，等下你不行了，我来。别急别急，一个一个来啊。喂，崔大师的，你是哪门哪路的？快把名号报上来。我就是个走江湖的，名号也没什么稀奇，谢苍晴，八成你也没听过。怎么，小姑娘，你也想试试？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可是沉了点。我说，姓谢的，你是新来的？新来的。这些天这里都是我侠的场子，傻，那边已经支了摊子，围了人了，你居然把人都吆喝走？跑江湖有跑江湖的规矩，这地界是我的，你凭什么半道插进来抢生意啊？你要是想找茬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哎呦，姑娘，这可不是我挡你的财路，大伙儿爱看我这把戏，我总不能轰人走吧，是不是？再说我就干几场弄点韭菜钱，绝耽误不到你几天的。你客官您请。那不行了，等我转一会儿的。那您就先咱请下一位。你这混蛋。哎呦，得意啊他！哎呦，我天！你这小姑娘，少主！啊！少主！少主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我咁孱弱嘅男主角，这可不关我事儿啊，是那小姑娘扔的土块。哎呀，玉神，这可真是。少主，这个是皇甫兄送给我的羊脂白玉坠。才送过来没几天，此事万一被他知道，一定会大发雷霆吧？惨了，我不会是惹了大麻烦吧？少主，我们马上把这两个歹人带回夏侯府，夏侯府惩罚他们。要重重咁惩罚佢哋，没错，再带到府衙那里关他们十天半个月。啊，夏侯府的人，这可闹大了。哎，跟我可没关系啊，东西是他砸过来的。哎呀，含羞答答，那个等人兜答，对不起。姑娘，你也看准一点再扔啊。色欲。很值钱吗？我好靓，我画得佢一个女仔。要不你说个价？开个价添啊！哇，呢啲女人，贱女人。我哋回俾你啊！我哋加个地址。喂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本来挨砸的该是你，当然跟你有关系。你要是不扔东西过来，能有这么多事儿吗？两位不用再争了，这件事就此作罢。只是，这位姑娘，今后还请多加注意，岁月事小，万一伤及他人，可就后悔莫及了。啊，不用赔了吗？不用了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那块玉看起来那么贵。什么叫看起来贵？本来就很贵，还赔钱？你们赔得起吗？就你们俩这样的，把自己卖了也赔不起。你，好咖喱。走吧。哎呀，等等一定要开价。你们什么意思？把话说清楚，什么叫我们这样的？你们小瞧人是不是？多少钱我赔给你。姑娘，在下的随从若有得罪还请见谅，不过他也没有说错，此玉色如洁脂，温润透明。哎呀，羊脂玉中也属上品，价值不菲。你说个价，我砸锅卖铁也要赔上。
我也说过不用赔偿，姑娘还请别再纠结此事。哎呀，有几个臭钱就来不及，就当瞧不起人呐、狗眼看人低，混账混账混账。要我说，人家都说不追究了，这事儿就算了吧。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，不就是一块破玉坠吗？还了他的钱，让他再也不敢瞧不起我。小姑娘就是脸皮薄，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反正不在乎这个。先走一步了。啊，你想走？怎么？我还个女人。说要赔钱的是你，跟我可没半点关系啊。废话少说，你以为我会放你走吗？哇，跟我来。咁主动的一个女仔。别推我呀，我说你这小姑娘大街上这样可影响不好，我可不想去，别推我呀，我不想去啊。少主怎么了？你呀、今天的话过分了，以后可得更加谨言慎行才是，否则别人只会说我们夏侯家仗势欺人。是少主，我错了。知错能改变好。徐松都唔见咗，突然间又出现翻，有笔啊，重做。景哥好假？唔系啊，其实佢呢啲系嗰啲叫咩啊？好谦厚啊，好似我人咁样，谦厚、谦卑、仁厚啊，系嘛？呢啲性格真系冇得输，夏侯虎。少主，您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门主吩咐，少主回来了，就请去前厅。真是麻烦，反正又是那些武林门派的事。人声唔会太大声，可以嘅人声。你哋觉得 OK 啦嘛 ？OK 就好啦。你哋开心我就开心，你哋唔开心我就唔开心。点解会闪闪发光嘅？扑街，自己屋企偷嘢。一房夜房家贼难防，连自己屋企嘅嘢偷偷，贱男人，夏侯瑾谦。哦，开封皇府家，西域上官家，几大武林世家齐聚。呢条友讲咗几万。担任盟主之后，首次好似就嚟，好似就嚟拉柴咁样讲，讲又好慢。要来得盛大。是，家师还说。此次若是夏侯门主能大驾光临，折剑山庄蓬荜生辉。欧阳兄多礼了，如此武林盛会，我夏侯章自然不会缺席。啊，怎么突然间未开门就出到嚟嘅？嗰两个随从，有笔啊，重做。不是。